troubles in me fade away. And if I want you, you want me, who cares what others may think? I hear church bells ring. I have you, you have me. Roses will bloom in our dreams. I kiss you.你好，去哪儿？啊，师傅，去那个 BFC。李可，没看出来呀，李泽林现在挺奔放的。别跟我提了，他那天都没回来。可以，你现在开窍了啊？想什么呢？你睫毛掉了，走走，快去厕所吧。走走走走，别说什么，别说了。然后他俩就那样了。嗯，你可别误会啊！我刚才跟你说那个故事是我一朋友。懂，每个人嘛都有这么一个出轨的朋友。你说他这个情况，他算出轨吗？出轨啊！这每个人对于轨道的界定，那可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认为呢，肉体出轨才算真的出轨。毕竟荷尔蒙消失，激情褪去，这偶尔走个神也可以理解。这就属于啊，有犯罪动机，但是没有犯罪事实，所以不能以此判罪。那另一种呢？另一种人认为，精神出轨才是真的出轨。怎么在这儿？还有一种啊，爱情成牢笼，身心都出轨，确信另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人出现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脱轨。所以你的那位朋友上了哪条当？我回头帮你问他一下啊。时间不等了，差不多要迟了，走吧，赶紧上班去吧。啊？你也赶紧的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走，一分钱走。好，一分走。好。微信，沈欣，来通知市场部所有人，五分钟以后开会。收到。易可，你赶快把代言人带货销量的数据给我准备好。好。我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用李李做代言人吧。恋语这款产品是我们品牌的转型之作，它的目标人群都是一些比较专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我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美妆品牌和香水品牌启用了男团，但在我看来，他们只是想赚快钱而已，和他们的品牌调性完全不符。那说到风险评估，其实男团近几年塌房事件也是频频发生。综上两点，我最后选择了李李。进。Frank 早，郑总早，孔总。你要的带货数据我已经做好了，沈欣，我已经发到公司邮箱了，麻烦你帮我打开一下。既然各位觉得风险相差不大，那我们就用数据来说话。这是当红偶像陈子诚代言其他品牌带货的数据统计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拼销量不丢人，讲格调是不饿死人的。还有，我想说的是，现在国际品牌也会选择男偶像，这个呢，不叫赚快钱，这是为了让品牌增加更多本土的年轻活力。还有，谁说男偶像的生命周期就一定短？陈子诚的背景我们调查过，没有任何负面新闻。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发展下去，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顶流。陈子诚的带货数据确实不错，香水系列就给他。香薰系列，还是李李吧。江曼，嗯，我记得陈子诚的经纪人年前是不是追过我们这个代言？你去联系一下。好，我有他经纪人电话。哎，等一下，郑总，还是由你去联系吧。不然，既然都没什么意见，去执行吧。好的。我实在是理解不了，怎么会有人每次失恋都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？什么样子？就这副鬼样子。哎呀，失恋不都是这样吗？对于正常人来说是应该这样，但对于你这种频率来说啊，过于伤身体。今天晚上治愈趴，要不要陪我治愈一下？哎，说的给你的吗？啊，我晚上有事儿，自求多福。哎，你不对劲儿。衣服都没有换，夜不归宿。哎，你不是跟那个小姐姐你们脸还晒晒？这小姐可以了，这个骗子，晚上好精彩，大了，这个大了，哈哈哈哈哈，都干不。我妈真的是阴沉男神的高大上的饭局啊！你说是吧，回本。The more you drink it down, the more it pick you up。今天喝的有点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哎，这孩子。场子刚刚热起来就要走，小朋友，你老板的意思就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今天大家都不能走，对吧？不能走，听到了没有？都是一家人。告诉你啊，这就叫做职场 PUA。说你是家人吧，就是告诉你，老板随便怎么霍霍你，你都得认。说你是朋友吧，加班是永远没有工资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点什么头衔？怎么就倒了呢？哎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这位朋友是要跟我喝酒吗？啊。
把你倒下了呢？哎呀，别这么开心啊！老板，都是亲人，要不月后积分？哎，怎么可以分呢？昨天还说我什么职场 PUA 呢？又给我喝一杯，看这个。你跟大家认识？能喝？算认识。你们干嘛？让我上班啊？哎，这个小姐姐好眼熟啊！想听。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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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聊吧。哎呦，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跟这个小姐姐认识，你想要让我把她的视频删掉是吧？啊，是。嗯，哎呀，不难嘛，删个视频很容易的事。哎呀，只是你老板我最近遇到一些困难。老板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是这样的，就有一个客户丢给我一个案子，那方案呢也很简单，就是打破常规，用爱创造，你懂的吗？我知道对你来说跟你的创作理念是有一些冲突。哎呀，不过这个事儿我也真的不应该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是懂你的，对吧？而且我也不是那种，真的不是那种强迫别人听自己的话的那种老板。但是就是，这个视频放到网上去的话，真的……哎呀，老板。仅此一次，下跪一点。好的。爽快。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诚信。已经发出去的新媒体稿件要全部撤回，铺好的地广也要更换，宣传礼品里的那些广告也全部都要替换。您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？喝点水。周末情况紧急，幸亏有你在。再加上那个孔贤哲，最近有点太嚣张了。Frank 大概是想借我来敲打他。是。我要是再多休几个月产假，估计在公司就成边缘人，连工作都得丢了。可以了。那我去找孔总签字了。去王总看了。还没有。妈，我下午送过去。喂，蓝姨啊。哎，小可，如果你下班早的话，陪蓝姨去买点菜好吗？好呀，那我一会儿下班跟你联系。嗯，拜拜。请进，孔总。嗯，这是更换代言人之后需要签署的一些协议。哎，李哥，今天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漂亮，这身衣服适合你，符合你的气质。这市场部呢？是我们公司的门面，以后就这么穿啊！谢谢孔总。啊，这些文件里有特别加急的，我放在了第一个，也贴了黄色标签。那我先走了。蓝姨。小可，你来了，哎，来，快帮我一块挑一点。嗯，再拿下这个羊肉。羊肉啊？嗯，好。有毛肚，看。今天晚上谁过来做客呀？乐乐，乐乐回来了。乐乐回来了。今天是他第一天的回家吃饭，我想热热闹闹的做个火锅。你好，您的鞋子。谢谢啊。没事。今晚记得早点过来，妈妈准备了好多菜。好的，我知道了吗？先生您好，您是要选礼物吗？啊，我帮您推荐一下。
红的。哎，乐乐现在得有快1米9了吧？有那么高了？嘿，肯定是个大高个。哎呀，也好久没有见到他了，是吧？那可不是嘛，光视频了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五个杯子才像一家人呢。哎，还真是。哎，你在看照片呢？对啊。哎，你看一可。那个时候啊，小可最高，现在啊。最矮了，你看看还有一博，那小时候可爱吧？来了来了，快去快去！哦，妈，乐乐，快快快进来，换鞋。嗯，来，妈妈给你拿。老尹啊，乐乐来了。太客气了，谢谢谢谢。你看，叔叔好，这大个子长得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这一路辛苦了。叔叔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好久不见，这一路辛苦了啊！嘿，这大个，哎，你们俩谁高？你八几啊？83，我85，我必须我高，一博高，一博高。哎，长这么大个，哪有乐乐有出息？哪有啊？谢谢谢。你们刚刚在看什么呀？哦，我们俩在看你们小时候照片呢。哎，你看看你小时候画画的样子啊，这还有你跟易可的，你看好玩吧？你们那时候还在草地玩呢。哎，对啊，易可呢？他吹头发呢。我去叫啊，你等一下。哦，你说说。姐。乐乐都到了，你搞快一点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啊。啊。你这也这样？一博，你把我眼镜放哪儿了？我在仓柜上看一眼。我让你别动，别动，我拿仓柜上干嘛呀？没有啊。餐桌，餐桌，哎呀，我给你去拿。哎。我去吧。啊，行。你说。你的。易可，好久不见。你是？他是乐乐，你是不是认不出来了？光熙。许光熙。啊。先去戴个隐形眼镜儿。完了完了，这居然是乐乐！小朋友，你老板的意思就是，不管3七21，今天你们所有人不能走。是您爱吃的阿胶糕。哎呦，来都来了，还送什么呀？还有一盒呢，知道您爱吃。想的真套路。一博，哎，李宁首发。首发？啊。哦，悟道。哎，里边可是有惊喜啊！看鞋跟。外币，我宁嘴。里面有心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 homie 了。姐，怎么还不来发礼物了？来了来了。一可，这是给你的酒。酒什么？我们家除了我爸之外没有人喝酒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？我说除了您之外，咱们家没有人喝酒。姐，这是酒心巧克力。你不解释没有能力啊！好了好了，哎，我们都到齐了，咱们开饭。来，多吃点这个肉啊，是我跟小可一块去超市特意挑的牛肉，你吃看。哦，是吗？我尝尝。嗯。小可啊，特意让我多买一点各种各样的。哎，光熙啊，我听你妈说你在电影公司工作啊。是的，我在做动画导演。哦，当导演啊，太牛了。哎，有没有国家的正式编制啊？
哎呀，爸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编不编制的？现在做动画的都是有梦想、有追求的年轻人。有梦想、有理想，好。光熙啊，这次回来了以后，跟同事相处的好不好？还习惯没有啊？妈，都挺习惯的。而且你说巧不巧啊，我们公司就在易可公司楼上。真的？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姐多照顾你啊，来，多吃点。哎，易可啊，你跟光熙真是有缘分，你替兰姨多照顾照顾光熙。那肯定的呀，我们昨天就……昨天怎么了？昨天没见着呀？见了呀。啊？昨天你跟你姐见着了？哦。那你昨天见着我怎么不叫我呢？啊？真的是，你长那么大，姐都没认出来你，你也不叫我。哎，今后一定多关照你弟弟啊！放心吧，爸，来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满出来了，多吃点。来，肉。一颗好心，姐姐照顾你，多吃点，快。满出来了，少说话，多吃点啊。送我那双鞋，我一直梦寐以求想要的。真喜欢啊！真喜欢。改天我们一起逛呗。而且。我给你带点好吃的，正好妈妈送送你。哎，妈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您都忙活一天了，歇会儿吧。对的，兰姨，我们协逢知己，切磋切磋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是我来送吧。你们赶紧回去休息，走吧。易可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，兰姨。我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主动？许光熙，坐下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要不换个地方说。跟我来。其实我在便利店就……你在便利店就认出我来了？我在便利店就觉得你眼熟。直到后来看到了你给陈木森的那张名片，我才确认。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时机说来着。合适的时机？昨天不合适吗？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你头没事吧？要不要去买药？你别岔开话题，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昨天都跟你说了呀，不记得了吗？你跟我说了。哦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啊，给你的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？这不是给你吃的，这是给你治头疼的。这不是给你吃的。爽。哎，那你答应我，我们吃完这个就回家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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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还喝得动啊？你那天吵着说还要喝。你喝完酒你就说不能回家，不能惹麻烦，不能让你爸知道，所以我们就去酒店了。对。那再然后呢？
再然后，你确定你要听？你说吧。再然后的事情就有一点不可描述了。我来喝一点，给我一个枕头。好，好，好。等会儿，小心后面。哎呀，再喝一点点。喝不动了。喝得动。我是战神，意志力。女生包里都放什么东西啊？怎么那么沉？我觉得怎么这么热啊？空调开了没有？空调？开空调。应该开了呀。不可能，怎么这么热？你要干嘛？热了，脱衣服。犯规了！我嫌太热。你要这样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来。别动！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故事还没说完呢。有些事情呢，我劝你还是忘得一干二净比较好。然后你就脱了，脱了又不能，你轻一点。你小声说话行吗？我客气，你问我。再往后的事情，你得对我负责。不是，我俩。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，我要走。你没事吧？现在是不是很丑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放我鸽子？我没有放你鸽子啊。还偏偏要在我生日的时候放我鸽子。你哪怕早点跟我。说呀，早一个小时也行，不对，你等半个小时，我就不用花那些冤枉钱了。哎，你还想吐吗？就这样，不然还要怎么样？很期待吗？喂，现在是不是翅膀硬了啊？喂，快把姐姐拍上、啊。你先把手放下，我还有一个细节没跟你说完呢。你知道你睡觉打呼吗？我打呼？不知道吧？就是那种特别清脆悦耳，悦耳谈不上，特别响亮的那种，让人一听就瞬间清醒。没听过是吧？来，我找一下。你听一下，你干嘛？给我！你干嘛？你先给我！来，给我！没录，还真以为我那么闲啊？好你个徐光熙，还行啊你。好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得翻篇儿，谁都不许说。翻篇啊？可以啊。那我最后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吧。哎，行，你有什么事能不能一次给我说完 ？The more you drink it down, the more it pick you up。原来指的不是酒精，是 coffee。这屁孩话可真多。
到你的秋千吧。那你到底是希望我话多呢，还是话少？该说话的时候说，不该说话的时候闭嘴。有点难，不过好的，遵命。嘿，我俩现在在一个楼里上班哦。哦，对啊，我也是那天才知道的，好像就楼上楼下是吧？是啊，那未来你还得承蒙我照顾呢，你得好好讨好我。你还是跟小肉一样丢三落四。我哪丢三落四了？那你那口红跑哪去了呀？啊，我口红也被你捡到了。这我还在想他自己怎么张嘴跑了呢，我丢哪儿了？不告诉你。你这是记仇是吗？哪敢呀，你可是我救命恩人，小时候我被欺负哪一次不是你帮我出头？算你还记得。一转眼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都没把你认出来。可是你还是一样漂亮啊。油嘴滑舌的，虽然说的是实话。其实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你一其实就整得我老害怕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到底是谁害你花了那么多冤枉钱啊？哎，最后一个问题嘛。我都说了，这个事情翻篇了，我们不提。回答一下吗？不是说好我送你回去的吗？怎么你又陪我走回来了？没事儿，我一会儿自己回去就行了，反正也不远。行吧。那你骑车一定要注意红绿灯。一可，一可，怎么又没带电话？老那么粗心怎么行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当然是为了你。你好，我是一可的男朋友李泽林，你是？他是蓝姨的儿子光熙。原来是弟弟。哦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回家了。注意安全。改天一起吃饭。一可，上次没能回来给你过生日，对不起啊。没事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来，跟我来。怎么了？感冒了？没有，我跟你说了，以后不要送玫瑰给我。嗨，秘书跟我说，说女孩都喜欢玫瑰花，我还特意让她给我准备的。要不，我上去看看叔叔阿姨他们吧。都这么晚了，他们估计都睡了。那就陪我去吃点东西吧，我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。孩子像块宝，嘿嘿。你在吃什么？阿姨来了，收拾半天了，现在在你房间呢。妈。哎，哎呦，你说说你这个孩子，回来吃个饭，干嘛给妈妈留钱？拿着。哎呦妈，这又没多少钱，都是我自己在国外挣的。而且啊，我以后不得常为你叔叔家吃饭吗？交伙食费很正常的。回家吃顿饭是很正常的，你塞什么钱呢？再说了，就是你敢塞，你叔叔敢收啊？行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给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妈，
您都忙活一天了，我们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对了，你跟小可不是吃完饭就回来了，怎么那么晚才到家啊？哦，在路上遇到她男朋友了。泽林回来了？啊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他们在一起很久了吗？他们在一起已经4年了，眼看着今年就要结婚了。前段日子两人闹别扭，我还挺担心呢。看来泽林这孩子是挺懂事儿的。哦，对了，下次在家里不可以叫一可一可，应该叫姐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好，妈妈给你去放起来。哎，妈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啊，你看看啊，是不是要归位？来，哎呀，这孩子。还有一朵啊。哎。嗯。谢谢阿姨的爱心便当，没关系，多吃点啊。哎，阿姨再见。哎，下次再给你送。哎，阿姨真好。姐姐。为了惩罚你骗我，给我买个冰淇淋吧。哦，好吧。老板，一个冰淇淋。好，给您。谢谢。就买一个啊？你不吃啊？我有其他的东西。这个。这么爱喝可乐，干脆改名叫可乐算了。哎，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你说过吗？说过呀。小时候我喝可乐喝到牙齿都快坏了，还照喝不误。然后你就说：“你干脆改名叫可乐算了。”过了这么久，我都不记得了。那你后来为什么叫乐乐呢？因为你已经是可可了呀，可可和乐乐。就你会说话。可可怎么能没有乐乐呢？香你的香气。
Baby， 现在起 come to me， come to me。